Sí, ahí lo que pues.你是到这边，早就到，有心人就谈谈了，就一别人拿了，就你就放松，就事情就少做一点，见人。迟到有事情，也不能人家拿。但是我不要拿，他妈的，要叫别人拿我都可以请假了，要请假他妈都不让请啊。就别人拿就可以了。有人叫别人拿，他妈还会不让我请假？ 有病啊，他妈！就别人拿有心者。现在找了他妈，他妈都请了他妈的，再请了一个人，我说我要请假不让请，好吧？你打电话给他。打电话他屁用啊！